大家好啊，又到了几月玩什么的时间了。这一月月过得还挺快，在三月的节目中，因为编导的失误，竟然活生生遗漏了两款游戏。为了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特将编导手不反榜，观看我玩这俩游戏，以示警告。刚才那开玩笑啊，三月底的两款游戏《怪物猎人》和《双人成型》素质都挺高，我们也都制作了专门的视频，所以四月初甚至是后面很长一段时间，大家也都有的玩。四月的游戏阵容乍一看没什么大作，其实可玩的也不少，既有阔别多年再相见的续作，也有热气腾腾的炒冷饭。要说惊喜的话，次世代也终于算是有点动静了。另外就是我们最近的更新频率高了不少，以后你们就不可能催更了，只可能是求你了，别更了，太快看不过来了。废话不多说，老规矩，听到逼声后三连起来。先驱者是由子弹风暴开发商 People Can Fly 制作 SE 发行的科幻题材射击游戏，再准确点说，是可以一到三人合作的 TPS 游戏。游戏故事背景发生在未来2076年，人类已经转移到太空中另外的星球生活，然后2077年人类又回到了地球上，创建了一个城市叫做不夜城。外星自然是危机四伏，开疆扩土的幸存者个个都是狠人，其中最狠的人就是玩家要扮演的角色了，将要肩负起探索未知神秘信号的任务。同时星球的巨变正在不断酝酿，游戏有四种职业可选，每种职业都有四种残暴技能，配合多种装备的组合效果，保证射得不亦乐乎。开发者信誓旦旦地表示，游戏的内容充足到根本不需要 DLC 来补全。如果你想找回和好友一起玩魂斗罗的感觉，又喜欢爽快的战斗加刷刷刷，先驱者值得尝试。1977年一款名为阿比逃亡记的横版动作游戏发售了，在当时以油腻的画风、清新的人设、脑洞大开的玩法迅速征服了一批玩家。时隔七年，它的重制版奇异世界新鲜可口，再次让玩家有了想要吃掉它的冲动。而如今我们终于迎来了系列的正统续作《奇异世界灵魂风暴》。游戏的故事背景非常的废土，在一个超级大的沙漠星球上，有一家大型肉制品公司，黑心老板为了节约成本，打算将员工当肉食加工。这老板真是天才。主人公阿比无意得知此消息后，便遭到了公司的嘉奖，有幸可以成为第一批员工肉肠。阿比不能使用武器，也无法直接战斗，只能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实际行动，不断的解救同伴一起跑路。但是只要稍有不慎，这些同伴就……如果你刚好玩过前作，那么刚才说的故事你兴许还能接上。另外游戏还有一套全新的捡破烂才能发家致富的玩法，游戏将于4月6日登陆 PS4、PS5 以及 PC 平台。特别强调一下，这款游戏针对 PS5 手柄有专门的细腻阻力体验调教，并且如果你是 PS5 会员的话，可以首发免费下载直接白玩，这行。尼尔人工生命 Version 1.22474487139 是2010年4月发售的尼尔人工生命为基础制作的强化版。可能你要问我，这后边跟着的圆周率是什么意思？翻译过来啊，就是是骑士丝丝不骑你三舅，明白了吧？故事讲述了尼尔机械纪元中的世界是如何形成的。善良少年为了拯救不治之症的妹妹 Yuna 与神秘的白之书一起寻找治疗妹妹的最后希望，被封印的话语在原作的基础上强化了音画表现以及操作体验，配音等都进行了重新制作，并且游戏还有亚洲特别版推出，数量有限，先买先报。想了一下，尼尔机械纪元已经是四年前的游戏了，时间过得真快。次世代终于有动静了，如果你看过樱坂洋的轻小说《杀戮轮回》或者阿汤哥主演的电影《明日边缘》，那么对 Returnal 这款科幻射击游戏应该会有熟悉的感觉。玩家扮演一位坠毁在外星的宇航员，和前面提到的同类科幻作品情节类似，他发现自己在这个世界死亡之后并不是真正的死亡，而是进入到了无尽的时间轮回中。在不断的重复中，他惊讶地发现周边的生物甚至是这个星球似乎会读取他的记忆，从而发生变化。这一切究竟是什么原因？
主角能不能逃出轮回，只有等到游戏发售后再一探究竟了。目前看，游戏的画面特效丰富，战斗节奏也很快，有装备和道具系统，乍一看有点类似失落星球加控制。另外，各种奇奇怪怪的外星生物也是很大的卖点，部分甚至可以附着在身上产生特殊效果。时隔24年，经典 RPG 沙加开拓者迎来了高清复刻版，除了画面优化、用户界面翻新、新增了倍速功能之外，还加入了新的主角修兹。玩家需要通关原来七位主角中任意一人的剧情后，才能使用修兹解锁新剧情。另外，复刻版还追加了当年未时装的内容，可以帮助老玩家更好的野清回，全面重温沙加开拓者的全部乐趣。想不想玩？嘻嘻，没中文。好了，本期有声部分就到这里了。这月该买点什么，大家心里也有数了吧？后面的无声部分同样精彩，咱们下期再见。そう、罪悔っていうのはね、光の氾濫に飲まれた誰かさんだったんだわ。一度そうなってしまったらもう戻れはしない。这款游戏的目的是打造一个让角落小伙伴们悠闲生活的温馨小镇，可以在广阔的空间里自由配置建筑物，享受专属于自己的原创建设小镇，可以建造角落小伙伴们居住的房子，以及书店、鱼店等商店。此外，还准备了盆栽、花坛、喷泉等装饰。しまったやつ相手にうだうだ足踏みしてる場合かよ。さあ行くわよ。シンクロ完了。とどめだ。よし来ろぜ。せいぜい生き延びろ。やめてください。お願いですから。皆さんの最後の悪あがき楽しみに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よ。よかろう、ならばあらがってみせるがいい。
last hope on a small trans-dimensional fighter. で絶叫家中アスレチック、ジャンプでかわしてサバイバル、バルタかわし、大きく踏み切って脊柱をジャンプ、脊柱コンベア、2人の息を合わせてゴールを目指せ、トロッコアドベンチャー。Are you all right, Jacob? We intercepted some interesting data. It turns out you're part of a prestigious group, a group of people that Skynet marked for termination. HK aerial flying by. You need to find a way to get out of there. I want you to take a team of my soldiers and fight your way to Skynet's defense grid. Game modes call for epic battlefields. Hunt down your foes through the splendid sceneries of the Hunevad Lake or in the rugged barrens of the Aldrun Sanctuary. And if you do not feel like risking your scales in a full-on battle quite yet, the Fjallnar Basin will provide a perfect arena for beginners. Now is the ideal time to join the fight, as the game's content will soon expand to include new maps, classes, and modes, with unique rewards awaiting early warriors. Century Age of Ashes takes flight in April, so make sure to answer the call of dragons.
execute assault. Affirmative, sir. Hit him hard, Delta. Grenade! Cover me. Wookiee freedom must not be sacrificed. もっといろんなところ見て回りたい。お空の下を自分の足で旅してみたいんです。ひとっ飛び、いざ水中へ。わわわ、強そうかも。うわー、これすごいかも。それじゃあ行くよリリー。ここは不思議な不思議な絵の中の世界。おとぎ話みたいで素敵だね。新しい冒険の予感がビンビンだよ。私はネルケ、このベストバルトの担当管理官を務めています。ベストバルトを発展する